家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把一顶羊送给在场的所有的好朋友，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，猪年做什么事都一定会赢，无论是在事业、爱情还是身体方面都一定会赢。一顶羊，三号打给。那接着一首歌曲呢，我想为您安排，新年都要唱一些比较欢快的歌曲，我想带给您这一首《三朵花》送给你们。那在这里，花就象征着。